我今天来这边吃早餐。你们猜我今天又来什么地方？可是猜到它就下雨了。你们猜到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因为上一次我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购买了这个 annual pass， 所以现在还可以再次无限的进出这个 Legoland。
Let it go 啊。是不是很辛苦？就连那么小的洞，爹爹也是要钻进去陪孩子一起玩。
later。现在肚子有点饿，所以看到这附近有这个，所以买来试一下。